半天啦，刚才试出来可能都不对哦。那我这边特别注意哦，我把它先复原一下哦。如果做错，你可以复原嘛 ，Ctrl， 或者你可以把这个光谱这个把它拉掉，有没有？好，把它删除掉，又恢复了哦。OK， 那一样啊，你就是新增一个图层。那建议当然就放在鸭子下面，这边打一个叫光谱哦。所以这边的话，把这个名称呢啊，记得点它两下啦哦，它就会有一个让你重新命名的哦。OK， 然后 Enter 一下。那这个光谱里面的话，一记得哦，用这个渐层，二菱形，三一定要光谱 ，OK。然后做完之后的话呢，哈，怎么样才会最刚刚好呢？哈，特别注意哦，这个，关键就是说哈，它这个怎么样做才会有一点点这样的菱形？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一定做出来，一定是这样子啦，刚好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或者你甚至可以再缩小，我希望把它缩小。它应该做出来的哈，我后来观察了一下，做了很多遍哦，终于发现，因为你只要菱形的话，它一定是这样，菱形以外是红色，菱形以内哈才是渐层色。OK 哈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如果要做出像这样的效果呢，第一个哈，从中间按住不要放，往外拉。拉到哪里呢？拉到外面，就是刚好那个什么菱形的上面的点点的位置放开。这个时候有没有发现哦？旁边这一块跟这一块哦，基本上未来哦就是这一块跟这一块，有没有？那我们最后呢再把它怎么样呢？把这个改为颜色之后，你会发现哦，再切来看一下有没有？有没有几乎一模一样？嗯，差不多。差不多了哈、哦。但是好像还有一点点的不完美，再调一下，因为好像还要在外面一点点，所以可能再拉上面一点点啊，所以这个已经很 OK 了，已经很接近了，如果再接近已经太厉害了哈、哦、不过呢你当然越做的越接近哦，这个光谱压的作业分数当然越高 OK 哈、哦、所以等一下的话呢，除了这个光谱压啊，最后你把这个档案哈、哦、把它另存新档，你角胶的话呢，哈，就是角胶这边有个把它另存新档，有没有？存的档案就104就可以了，然后不要什么要104A 啦，就104的 PSD 按个储存。那另外的话哈，这边直接按确定好了，相容新闻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请各位哈，自行再变化一题，就是鸭子的部分哈，不要是用鸭子，哇，你要用什么东西哈？其实也都可以，我本来想说是不是用那个，要不要跟中国文学有关系的？嗯，不过想一想，好像跟中国文学有关系也更好啦哦。比如说你放一个什么林黛玉啦，或贾宝玉嘛，啊中间就一个鸭，就把它改成红哈、哦，红学的《红楼梦》的红学的红，哦，或者是什么张爱玲哈、哦，啊中间加个张，哦。不过这个我想各位自己去变化。那至于这个档案呢，你可以。变化题就开一个新的档案，那这个就是改成104的，后面加一个变化题算了，就是直接就是变化题。那如果说你希望哦有加分的空间的话，你就变化题一，好，那如果你要变化题二、变化题三，当然你做的题目越多的话，相对的哈、哦，你等于是多加一点分数啦。如果你可能期中考试考的比较不是很理想哈、哦。那你可以自己再变化，那变化题也许你自己就是多做几题，多做练习，然后特别注意哈、哦，那个像素，也许你就照800×800好了，或者是在你将来那个来源，不过你可能要挑一下那个图哦，你来源那张图啊、哦，如果它的宽跟高是一样的话，是200×200，那你就用这个尺寸，可是如果不刚好整除的话，那你这个尺寸哈、哦，你就稍微改一下。哦，你应该了解我的意思吧？嗯。比如说，刚好假设那一张图它不是，我们刚刚是200×200，如果那一张图刚好是什么300×200的话，三百，哎，比如说这边300，好，然后上面的话200的话，那你这样的就不会不整，高度就不整除嘛，所以你可以怎么样？要不把这个尺寸改成900，好，或者改成1200，不然的话那个尺寸一放进来，哎，奇怪，怎么被切一半了？因为尺寸不 OK。那、啊、再来色彩模式哈、哦，记得这边要彩色的。我不知道有些同学好像说做出来变黑白的，哦，灰阶有没有？
哦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些预设是灰阶，然后他奇怪做出来变黑白照片，哦，我以为你是故意的哦，其实不是，因为你们选的时候没注意到，哦，啊，记得把它改成 RGB 色彩，哦，然后这个稍微改按变化题一，变化题二按确定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样，再把那个你另外的来源图哦稍微改一下，那做法上哦就类似像这样，但是你那个光谱的部分哦，你可以不要用光谱的。你如果要用别的，比如说光谱旁边还有很多其他的嘛，你也可以试试看，或者不一定用菱形的，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效果。OK，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、哦。那这一题的话，光谱压哈、哦，就是把它存104就可以了哈、哦。那另外我们会有一题变化题，那当然那个变化题的来源档哈、哦，你可以自己先网络上 Google 一下吧哈、哦。啊，如果说你要把自己的照片放进来，那也。我也不反对啦，或者你用个宠物也可以啦，好啊，只是说这边的话，需要你的那个一些美学哈、哦，你可能要有点设计的概念，至少让人家看到这个图的时候会眼睛一亮哦，而不是会觉得奇怪这一张图哦，怎么看起来好像一点美感都没有哦，所以你可能要花一点巧思哦，哦，颜色啦，或者是说啊等等的布局哈、哦。请各位就是说自己再花一点心思哈、哦，不要说哦随随便便拿一个东西啪啪啪，哎，全部都就交了哈、哦，这样感觉就没有那个设计，没有经过你的巧思，经过你的创意，哦，那、啊、其实未来哈、哦，其实台湾很多时候是需要很多东西设计出来之后那个增值的哈、哦，至少就有一个增值的空间哈、哦，如果你设计完之后你一个东西就不再只是。一个商品啊，也许你如果成为一个艺术品的话，哦，那当然它的价值就跟一个商品的啊是不一样的哈、哦。OK，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，把那个刚刚的光谱压部分再做个变化哈。哦